今日来欢迎咱的议长，好，请。今日是上欢喜，大家伫遮个见面，因为大家拢有参加初级班过，啊，我真了解咱的法律的论述，法律来论述，那惊。唔对去，啊，就害了了啊！是安怎？阿扁啊，伊咧做总统的时，伊讲要参加联合国，伊要宣布独立，伊都无了解。这个啊，法律，所以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，是哪是麻烦制造者？你要宣布独立，是不是要跟美国战争？你要参加联合国？啊，土地也不是恁的啊，你要参加什么联合国？咱一挂台独的前辈，讲土地啊，咱人民来投票就好啊，咱家己自决就好啊，那土地不是咱的，伊都无研究国际法，无了解万国公法。也无了解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阿咧胡白讲，所以大家来参加咱的民政府的华丽建国会啊，要互爱大家知影，我这做一个。开场白啦，和大家足安尼都足清楚。咱是日俗美食法律的地位，到现在拢不可能改变。足简单啦。美国上两张图啦，这两张图就是在解说啦。那个咱在华盛顿 DC 啊，庆祝咱办事处成立，啊，伊上这两张图讲给恁秘书长，伊就足清楚。咱啊，依照。美国的交代，拢照伊的步数甲咱教，讲恁就爱去靖国神社去拜靖国神社。实际上，咱去拜了后，整个啊靖国迄、那个日本的政坛。发生大地震了，这大家有目共睹嘛？好、哦，这也大家真清楚。啊，这就是咱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一个啊，咱的叫做开场白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即马要来要甲大家讲。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啦，因为是安怎
咱大家爱了解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。美国都甲咱交代啊，咱要和平转移和平啊接轨啦，所以咱的主张大家拢爱知啊。以后你是一个官员，你本身绝对爱遵守。咱第一个就是讲，咱爱遵守国际法。啊，包括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加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是安怎？甲现在，咱已经初级班54级啊。流亡政府拢无来甲咱抄，安尼有奇怪啊无啊？因为咱遵守啊国际法，咱就是依照国际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啊，美国军政府下的台湾啊民政府啊，这就是讲咱拢是遵守国际法。那遵守国际法，流亡政府无可能来甲咱抄啦。咱也爱家己了解是安怎，甲现在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，啊，我有记载。美国是什么？主要占领全国。啊，是安怎流亡政府的华学院，那会无爱开这个课来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？伊无爱予咱本土台湾人知影嘛？法律系啊，无去读这个条约啦，所以伊这就是要甲砍起来。好、哦，这个咱我爱足清楚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啊，50啊，拢总40啊，六个国家签的，甲现在。有效无？美国法院甲国务院的律师讲，伊甲问国务院的律师讲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效无？伊咧嗯嗯嗯。诶，法官甲国务院的律师讲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。46个国家签的，甲现在有效。我甲啊国务院的律师安尼讲，这就是证明什么？证明讲，因为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。日本天皇无受到处分，所以虽然伊甲日本这个啊领土，伊啊
交出来和迄个叫做，因为日本战败国，啊，盟军来接管，啊，因为流亡政府接管以后，伊就歪走啊，是安怎？实际上，美国当时啊，有甲菲律宾讲好啊，菲律宾啊，愿意接纳蒋介石的流亡这一批的高级干部去菲律宾住。我感觉美国要做代志，拢一步一步拢有计划的，所以伊邀请孙立人来第七舰队，甲孙立人讲以后。台湾要让你来主导，孙立人说去找他跟草头说，说去跟找他蒋介石说，蒋介石不知道怎样，跟软禁，大家清楚吗？孙立人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啦，好事不是，韩战爆发，所以美国才无去处理，叫因来菲律宾。迄阵啊，韩战的时讲啊，爆发因为中国入侵，啊，因希望，因希望这是反共的来对抗，哦啊，中共。所以一直演变家己嘛，这对咱来讲是足悲哀的代志。啊，无哪会讲，这个因是代表盟军来接收的，照规定来讲。接收，结果是接收了后，啊，在这个半年来要组成这个啊民政府，啊，无甲你做，因甲你凑一凑，安尼就一直占领下来，就安尼来管。啊，美国人民讲好啦，啊，无互恁管啦，啊，因为因国会啊，我足大的力量，所以从啊直直延续下来。真济台独大佬啊，无足清楚，直直拼啦，讲要甲推翻啦。大家我拢足支持的啦，啊，到尾啊，有效无？拢无效啦。啊，国共都倒来，台湾，美国要求你袂使国民党独大。啊，蒋经国就安排去创一个啊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的创立在圆山饭店啦，啊，圆山饭店是大家都知啊，以前是日本新家呢，佮拆拆起来，佮创创的弄一个圆山饭店啦，啊。底下咧做啥？国民党的大本营啦，因底下咧开会，什么代志后边都有人咧清清楚楚拢咧讲啥。计划新潮流这一派的人参与，加个全民公敌这本册，大家若会过去买
买到去买来看，全民公敌，这是一个调查局的人出来写，写得很清楚，就是蒋经国培育一批人入来民进党，所以甲民进党现在以前讲，甲咱讲要变倒，即嘛安怎？敢有讲要甲推翻？无啦，即嘛讲咧保持这个流亡政府的政权啦，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件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物？因为要让大家知影，咱是遵守国际法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是这个包含万国公法甲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安尼，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咱即马过来讲第二，美国甲咱讲，咱要和平转移，咱啊遵守美国的规定，咱一定。和平转移，绝对无要使用暴力甲武力，干那要用各种的方法，和这个流亡政府啊，结束占领台湾。那安尼讲，因为伫这个战争法内底。占领不得就地合法，啊！你的流亡，你哪会使？伫遮啊，要就地合法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要我甲大家讲，因都爱阁退返去因的所在啦，啊，目前。AIT 要签证，我公布了足清楚。金门马祖是中国的啊，因若要退去，就爱退去金门马祖。搁有一个所在，咱联想伫韩战迄个以前的时阵，美国都有咧安排菲律宾啊。现在因为了解说你和中国已经签一法了，就是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已经和谈，一法成立以后，所以美国有够跟中国说，那无要留伫台湾，这个人要安怎处理啊？伊甲中国拢讲好啊，中国讲安尼啦，无来福建省平潭岛啦，福建省平潭岛啦，大家回去上网看卖咧。看对啊，唔对，莫讲我伫遮咧讲甲嘴烂全破啦。大家若爱有这个观念，你若袂晓上网，你叫恁后生，叫恁遐孙啊，讲中国福建省平潭岛是咧创啥物，叫伊上网去看卖咧。就会看到
现在伫遐咧大兴土木啦，伫遐咧大建设啦。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，那无老无希望留伫台湾的难民，因为咱讲伊讲农民啊，即系难民，那无愿意留伫台湾的，美国拢甲安排好啊，平摊到背后大啦。中国若惊呢？美国先甲伊讲好，伊讲安尼好上好，因为平摊岛啊，我爱过一个，迄个等于迄个咱迄个看，你记袂？伊遐那管制等于甲冻起来，伊无爱甲遮个啊，遮个台湾啊的流亡的这些后裔啊，登去因中国啊，去散布这个迄、那个民主的观念，到时啊，迄些啊在乱，迄些啊在乱，迄些啊在乱，伊啊他感觉听，讲安尼好，来平摊岛共同开发、共同建设啦。安尼大家唔知道清楚无？所以一定要家己去上班啦，安尼唔才足清楚。讲我讲的，啊，拢我咧讲，啊无看，啊无看到啦。啊，所以我那咧伫研究所咧，甲研究生上课啊，我拢希望伊拢摕笔电来啦。哦，手提电脑来了，我讲到遐，好、哦，你们上网去查一查平潭岛，啊，查出来都会清楚嘛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美国咧做代志啊，拢有安排的，所以咱无要使用暴力甲武力，要用各种的方法叫因。回去他本来的土地上啦、哦、这就是我们要说第二点，第三点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对中国殖民政权、啊、就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权、啊、推动的事务啦，啊，无要合作，啊，无要介配合，这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现在美国伊个最啊高等法院的判断，咱要受到这个炼狱，是安怎叫做炼狱？啊，因就办一个啊选举，啊讲啊，咱住伫台湾的人啊，大家都来选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足民主的，啊，互恁来选。啊，民进党的内底都有唱一挂新潮流遐，吼、哦，全民公敌都讲甲种足详细的。啊，大家在那里算，啊，所以实际上，咱那是在延续他的寿命啦，延长于中华民国的寿命啦。在世界上有这个例啊无？咱讲，咱大家。卖去甲参加选举，因为选举若无达到50%的人去投票，
咱就要国家美国讲，这的投票无真相啦，因为无到50%以上啦，所以美国伊就爱来处理啦。啊，是安怎讲？世界上有这个案例啊无啊？大家有听过啊无啊？波罗的海三小国是苏联占领，苏联伊讲来举办选举，这三小国的人民讲，大家卖去甲选，我投票才30%尔，算出来，世界各国无承认，啊尾啊苏联也无承认，这叫因讲安尼好，恁家己去做民政府。因做民政府了后，算出来去投票率高几趴啦，算起来世界各国承认，啊，苏联也是承认，所以这要甲大家讲是要讲什么？讲咱卖甲流亡政府去算啦，流亡政府伊甲你创一挂这个办法，红算的提30块，伊的党咱啊算伊的啊政党票，伊够一年50块，四年呢？政党票领四年呢，所以咱现了230块，咱去选去，咱就摕230块去给因算啦。安尼，你敢看会落？大家若要来出来红选，人当一票，哎，30块第六第。